你偷是啥？你都跟他一样。一样的，两台机器。两台教练。你这偏重，会不会偏重？不会，我想顶死的，会盖到空这么多。应该不会偏重吧？那咋往外弄一点？那装货的时候你。他转之前找过来，那老板给他看了，专门顶着的。应该不会偏，偏也偏不了多少。这多重机器？机器有。这就不起作用。啊，不起作用，我们重新再加固。用钢丝绳啊，我们用钢丝绳加固。这个往里头伸了一下，把底下的三角布打到最上面。好。好。你是三角这个。拉一下。可以，好。机器是没有油吧？